好，我们开始上课啊。这个先说一下期末考试啊，期末考试大家考得很好怎么说呢？就是除了那两个提示的题目，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该会的都会了啊，所以这点我很满意啊。那么问题呢，主要还是出在那两个提示的题目上。既然提示了，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只不过呢，就是叙述上面有些问题。所以这里呢，把这两道题给大家讲一讲，其他的题目呢，习题课老师呢会把这个答案再给大家公布一下啊。那两个提示的题目，第一个题目呢就是这个第五题，就设 f(x) 在这个负二到二这个区间上可为，然后证明。这个负二到二这个区间上，至少有一个，就 x 一减 x，f 一撇 x 加上一加一减两 x 的零点。那么零点这个东西呢，我们前面说了，在提示里面也说了，就是用 double，对吧？就用什么呢？用导数，导数具有介质的性质啊，所以呢，就要看看这个是能不能变成某个导数来做啊。这个呢有几个方法啊，方法也很多啊。证明，方法一，我们就构造一个函数，使得这个函数呢，它的导数里面包含这一部分啊，也不可能。所以一下子就把它凑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导数，一个函数的导数啊。所以呢，我们构造这个函数，大 f(x) 等于 e 的小 f(x) 次方 x 减掉 x 平方。因为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 x 减掉 x 平方，这里正好是 x 减掉 x 平方的导数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导数 f 一撇 x，那么就这么来做。第一个呢，你对这项来求导，就是 e 的 f(x)，然后呢 x 减掉 x 平方乘以 f 一撇 x 这项，然后呢对这项求导，就加上个 e 的 f(x) 一减掉两 x 这里呢，你就可以把它 e 的 f(x) 拿出来，e 的 f(x) 次方拿出来，就 x 减掉 x 平方 f 一撇 x 加上个一减掉两 x。好，求完导数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导数里面就包含这一部分东西，对吧？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负二到二，只要看这项 f 一撇 x。那么 x 等于0的时候，这项没有了；x 等于1的时候，这项也没有，是吧？所以我们就看0和1这两点的值。那么0和1这两点的值，你把0带到这里面，这是1，1带进去是负1啊。所以呢，f 一撇 x 呢，大家可以看到，f 一撇 x，f 一撇你把0带进去。这项不知道是多少，但不管怎么说，这项是大于零的，是吧？它是正的。这项没有了，零带进去，所以它是大于零的。f 一撇一带进去呢，一带进去这项也没有了，这项是小于零的，所以 f 一撇 x 小于零。然后用一下 double 定理告诉我们，这个导数是有介质的。然后呢，就至少存在一个 k z 属于零一，当然属于零一也就属于负二到二啊，使得 f 一撇 k z 等于零。这样呢，就构造这样一个函数啊。如果构造不是个函数呢，也不要紧啊，你分析一下就可以了啊。那就是方法二啊。假如我看不出这样的一个函数，怎么办？那么我干脆呢，就再找一个函数，就是设 f(x)
假设有这样一个函数啊，这个函数是多少也不知道。然后呢 ，f 一撇 x 就等于一个 x 减掉 xf 一撇 x 加上一减两 x 啊。我们来看看，假如我有这么样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个什么样子，能不能把这个函数找到？那么这找也很好做，怎么办呢？你求个不定积分不就出来了吗？啊 ，f(x) 啊，就等于什么呢？啊 ，x 一减 x，f 一撇 x，dx 加上个一减两 x，dx 后面的 c 就不写了。那么这个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分不积分，是吧？就等于什么呢 ？x 一减 x。dfx 这个分母积分能不能做我也不知道，我先凑呗，加上个一减 2x dx， 那么这个分母积分完了就是什么呢 fx x 一减 x 减掉个 fx， 然后呢这个呢我们就写也不用求了，一减 x 一撇 dx加上个一减两 x dx， 那么这样这个 f 我首先把它求出来了，是吧？啊，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东西，这个档也没问题。这一下 x 一减 x 求导嘛，我们知道，一求导就一减两 x。这个 f(x) 是个什么呢？它可微的，可微的当然连续的，对吧？所以这个原函数一定是存在的，有这个原函数。那么下面呢，你验证一下不就得了？我们就验证一下这个 f(x) 的导数是它，啊 ，f 一撇 x 验证一把，验证一下这个验证是什么东西呢？它的导数减掉它是什么？正好是 f 一撇 x， x 一减 x， 对吧？然后呢，再加上个一减两 x， 所以这样的一个形式，你求出来的导数正好是它。这就说明什么呢？它有这么一个函数，它是某一个函数的导数。然后呢，跟刚才一样的 ，f 一撇零带进去 ，f 一撇零带进去是多少啊？是一，对吧？等一大于零 ，f 一撇一带进去呢，是负一，小于零，所以顶存在个 kz， 属于零一，是的 f 一撇。所以呢，你凑不出这个，你不凑不出第一个形式也不要紧，你第二个作为积分也就出来了啊。当然，其他还有些同学也可以用其他的形式，也是可以的啊。好，这是一个题目，另外一个题目就是问题多一点了啊，就设 f(x) 属于 c(r)。且 f 零等于 f 一零，然后证明 啊，主要。这个证明呢，麻烦这个四分之一的因子啊，不好弄。这个不等式呢，其实是一些有名的不等式的一个弱化形式啊。证明呢，这样的那个提示呢，是拿这个，就是带这个积分余项的，积分余项呢也能做，稍微复杂一点，更简单是用拉格朗日余项的来做，就拉格朗日动词定理证明。就方法一。就是利用拉格朗日动词定理，假设啊，设这个 FC 在 C 点 ，C 点它取到了这个最大值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就把 C 点呢作为估计就行了啊。这里呢我们知道 F0 等于 F1 等于0，然后就把 C 点呢在这两点展开， FC
第一个呢等于 FC 减掉 F0， 因为 F0 等于0，对吧？用一下这个拉格朗日综合定理呢，就等于什么呢 ？CF 一撇 KZ 一啊 ，KZ 一呢属于这个零到一。那么同样在这个一这点，我们也做一个展开 ，FC 呢等于什么呢 ？FC 减掉个 F 一 ，F 一 S 等于零，对吧？那么就等于什么呢？C 减掉一。F 一撇 KZ 二 KZ 二呢也是属于什么呢这不是零到一，这个就零到 C 了这是 C 到一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有这两个式子这两个就不用看了就是 FC 比上 C 等于什么呢 F 一撇 KZ 一然后这个呢你把这个也除过去就是 FC 比上个什么呢比上个一减掉 C 等于负的 F 一撇 KZ2 两个式子加一下就是 FC c 分之一加上一减 c 分之一，就等于 f 一撇 kz 一减掉 f 一撇 kz 二，就等于 kz 一到 kz 二 f 两撇 x dx， 是吧？然后取决对值，取决对值呢，这两个加起来 ，fc 的绝对值，这两个加起来是什么呢 ？c 乘以一减 c。就等于这个这项呢你把它放一下就行了第一个呢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绝对值对吧第二个呢你可以把绝对值号拿到里面去第三个你可以把 KZ1 到 KZ2 的积分变成0到1的积分所以呢它小于等于0到1上F2 撇 X 绝对值的积分 DX OK那么这里呢 ，C 它就小于等于什么呢 ？C 乘以一减 C， 对吧？那么这项大家知道 ，C 在零到一之间，这项应该小于什么？小于四分之一，对吧？所以小于等于四分之一，它是小于等于四分之一的，小于等于四分之一的零到一 ，F 两撇 X。dx 讲真的那么拿这个积分余项呢一样就差不多就稍微啰嗦一点一样来证明用拉格朗日余项呢简单一点积分余项也可以做积分余项的泰勒公式呢我们先写一下 fx 等于 fa 加上了一阶乘 f 一撇 a x 减 a 我们也不用写到 n 项了反正只用到二阶导数所以就加上什么呢一阶乘分之一的 x 减 a 的平方零到一一减 t F 的两阶导数 A 加上个 t X 减 A dt 就用这个公式就行了那么这里呢 C 我们说的在 C 点 C 点它取最大值 C 点取最大值也就是说 F 平方 C 也是取的最大值对吧 F 平方 C 取的最大值
那么这也就是说呢，我们它既然是最大值的，它同样也是一个极值，所以 f(c)f(1撇c) 是等于零的啊，求个导数啊。那么就两种情况，第一个呢 ，f(c) 等于零 ，f(c) 等于零大家都等于零，自然满足，对吧？就不用争了。所以第二种情况呢，如果 f(c) 不等于零，那么就 f(1撇c) 等于零。所以呢，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来证一下这个式子啊。这个呢，书上习题课里面有一些类似的这个方法，就是说这个时候展开呢，我们就在 C 点展开。首先呢，我们就在 C 点展开，就是说求零这一点 ，f0 带进去。我看看 f0，x 等于零啊 ，x 等于零带进去。A 呢就是 C 等于 fc 啊，再加上。大家可以看这项 f1撇c 等于零的，所以一阶导数项没有了，是吧？就没有这项，就只剩下这项，只剩下什么呢？x 减 a 就是 c 减零，所以就是 c 平方，零到一，一减 t f 两撇，这项呢 a 就是 c 加上个 t x。x 减 a 就是 tx dt 那么 x 就是零了，这个地方写的对啊，这个是 t 的 x 零零减掉 c dt 那么下面呢做一些变量替换就可以了啊。这项就写成什么呢 ？f 两撇的 c 的一减 t 就可以了。那么这项我们知道 f 零是刚才说它等于零，所以干脆把 f c 拿过来是吧？所以我们就知道 f c 等于 c 的一减 t f 两撇的 c 一减 t d c。下面呢，做变量替换，也就是说 c 一减 t， 我们就定它等于 kz 那么 t 是从零到一的那么 t 等于零的时候t 等于零的时候 ，kz 呢 ，kz 等于 c，t 等于一的时候呢 ，kz 等于零对吧？所以呢，这个就可以化成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等于 c 到零一减 t f 两撇 kz d kz， 这个一减 t 我就不画了，就是反正你可以到这个，因为我用不着画了那么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一减 t 是小于等于一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式子呢，我们马上得到 f c 的绝对值小于等于c 的零到 c f 两撇 kz d kz OK 刚才呢是把零在 C 这点展开，现在呢就把 F1 在这点展开。F1 同样等于 FC 加上个一减 C 平方，零到一，一减 T F 两撇的 C 加上 T 一减 C dT 那么这样同样呢做这样一个变化，就令一减 C T 加 C 等于 eta 那么 T 等于零的时候 eta 等于 C，T 等于一的时候 eta 等于一所以替换一下跟刚才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到 FC
等于这个负的一减 c， c 到一，一减 t， f 两撇 at d at 啊。这里呢，跟刚才一样，你的一减 c 的绝对值还是小于一的，所以呢 ，f c 小于等于一减 c，c 到一 ，f 两撇 at。d at 绝对值、好，现在大家可以看看，你把这两个加起来，就是 f c 的绝对值乘以什么呢 ？c 分之一加上一减 c 分之一，就应该小于这两者之加起来，应该小于等于什么呢？零到 c f 两撇 k z。dz 加上个 c 到一 f 两撇 d at 绝对值 d at 啊，这两个积分加起来，这个就等于什么呢？零到一 f 两撇 x 的绝对值 dx 加起来，对吧？啊，那么这一项呢，我们也刚才已经讨论过了，这一项是大于四的啊，所以这边乘过来。就要小于四分之一，就跟刚才一模一样，这就证明了啊。所以证明呢，基本上你们套路都会啊，就是有些具体的叙述，有些问题。好，这个题目呢就给大家讲这些啊，其他的题目呢，习题课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呢，我们就讲新的内容了啊。这部分内容呢，主要就是讲这个积分第二重置定理。这部分内容呢，正好跟我们后面有关联，因为这个讲完了，后面我们就讲广义积分了。这个第二重置定理正好用在广义积分里面啊，所以衔接的很好，放在这学期讲。那么我们回顾一下第一重置定理，这是我们上学期讲的啊。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函数 fx 属于 cab， 那么在 ab 上连续，在 ab 上连续当然它可积啊，而且呢它有最大值和最小值，小 m 呢就是它的最小值，大 m 呢是它的最大值啊，这里 x 呢属于 ab， 那么 fx 呢当然就在小 m 和大 m 之间。那么下面我们就看这个积分了。这个积分我们说了啊，上学期我们刚学这个定积分的时候就学了这个积分有个比较的这个法则，对吧？如果被积函数 fx 大于 gx， 那么 fx 积分就要比 gx 来的大啊。那么这里呢，也就是说它大于大小 m 小于大 m，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积分应该大于什么？小 m b 减 a， 对吧？小于等于什么呢？大 m b 减 a。那么也就是说我的 a b f x d x， 比上个 b 减 a 就应该等于某个 h， 是不是？这个 h 就应该掉在什么呢？小 m 和大 m 之间，这 h 就应该等于小 m， 小于等于大 m。那么
既然这个 h 在小 m 和大 m 之间的，它就是个介质，对不对？按照介质定理的话，按照介质定理，也就是说，要存在一个 c 属于 ab， 使得 fc 是等于 h 的啊，因为 fx 连续啊，那么也就是说，就有 fc 乘一个 b 减 a 等于一个 a 到 b 上面的 fx x 啊，对吧？啊，那么画个图呢，以前我们也画过，再画一下，因为等会要用。看 AB 上面的积分，比如说这是个北极函数，是这样。那么这个积分就代表这一块的面积，是不是？这块的面积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它跟某一个同样的 A 到 B 同样的这个底边，但是高呢是 H 的这样的一个正方形是一样的。这个 H， 比如说这个高度是 H。这个积分的面积就跟这个正方形的一样。那么这 h 我们知道，刚才说的 h 就在小 m 和大 m 之间，是不是啊？所以 h 一定对应的某个函数值，所以对应的某个什么呢 ？c， 所以 h 等于 fc，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套东西的几何的解释啊。现在呢，我们再推广一下，看更复杂一点的这样的积分。更一般的形式，更一般形式呢就是这样的啊，一般形式。啊，倍积的部分呢是这样的一个乘积的形式，这个乘积的形式呢有这样的要求啊 ，f(x) 属于 c，ab，g(x) 呢在上面可积就行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相乘一定也是可积的，对吧？那么大家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讲的介质，这个第一重子定理，第一重子定理呢其实用了一个什么，用了这个积分的一个比较的一个性质，对吧？所以呢这里还是要有个积分的比较的性质，要用这个积分的比较的性质，你要使得这个不等式还是成立的话呢，既要一个限制，也就是说 gx 大于等于零，那么 gx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大于等于零的一个限制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fx 乘以 gx 就应该大于等于小 m 的 gx， 对吧？小于等于大 m 的 gx， 把 gx 乘上去，符号不这个不等式方向不变啊。那么有这个呢，我们继续做积分，也就是a b f x g x d x 要大于等于什么呢？小 m 的 a 到 b f x 这个 g x d x 小于等于大 m 的 g x d x。也就是说这一项，如果比上个 gx 从 a 到 b 上的积分，这个值应该在小 m 和大 m 之间，对吧？所以呢，这个 a 到 b fx gx dx 就等于某个 h 乘一个 a 到 b gx dx。那么这个 h 呢，跟刚才分析一样，也是在小 m 和大 m 之间。既然是在小 m 和大 m 之间，那它就是一个介质，对吧？那就应该等于某个 fc，
这就是跟一般形势下的这个。这个终止定理啊，那么终止定理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啊，这是我们以前讲的那些东西啊，还是回到这张图来看啊。这个图呢，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这样的一个积分，积分当然是一个面积的，这个面积呢是在什么呢？这个面积当然你这个地方假如不妨设为按照这个图来看 fx 大于零 fx 大于零的话也就是说我这个面积是大于零的对吧但这面积呢一定掉在两个之间第一个什么呢大家可以看看掉在什么小 mh 跟大 mh 之间对吧、那么我们可以来构造另外一个函数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重新看这个终止定理我们弄一个函数啊这个函数呢，我们不妨写成 phi y， 啊 ，phi y 等于什么呢？等于 b 减 a 乘以 y，b 减 a 乘以 y，b 减 a 是什么呢？是这一段的长度，啊 ，y 呢是这个高度，叫做 y。所以，这个函数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的这样一个矩形的一个面积，对吧？那么我大家可以看看，如果 y 从下面往上面走，这个 phi y 就相当于我的面积在变，这个面积变化关于这个 y 是一个连续函数，对吧？那么很显然按照刚才分析 ，phi m 呢应该是小于等于。a 大于 fx dx 对吧？那么 phi 大 m 呢？大于等于 a 大于 fx dx。那么一定会存在某个 h， 因为我这是连续的，对吧？所以一定存在个 h 存在 h 呢 ？h 小于等于这个 m 大于等于 m 大 m， 使得这个 phi h 就等于这个积分。等于这个面积 fx dx 直观的讲，也就是说，我一开始 y 比较小的时候，我这个正方形面积比这个积分的这个曲线的面积小。随着 y 增大的时候，到一定程度，它肯定要比它大。那么肯定在中间某一个点 ，y 等于 h 的时候，这两个面积是一样的，对吧？那么这个想法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这里呢，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是这么挪，横过来挪行不行啊？也可以，对吧？反正都是这个，矩形的面积嘛，所以我们横过来看看这个问题，这就是第二终止定理就开始了啊。横过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看这样一个积分，这里呢加个条件 ，f(x) 是单调下降的但是它大于等于零，在 AB 上那么我们来看看它在 AB 上的积分。比如说这是 A 点，这是 B 点单调下降的。那么这个积分 fx 积分就是这端的面积对吧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弄个这个变换面积的这个正方形这个长方形来看我们构造一个长方形。长方形从哪里到哪里呢这个长方形呢这个边长就是 FA 那么这个高就是 X 减 A 这段长度所以这个长方形的面积呢我们记为 psi X
cos x 等于 f a 乘以 x 减 a， 啊，那么随着这个 x 从 a 到 b 变化，这个长方形的面积也在变化，对吧？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如果 x 等于 a 的时候，啊 ，x 等于 a 的时候就是 phi a，x 等于 a 的时候等于这个宽度是等于零啊，嗯，所以它应该等于多少？等于零，对吧？那么它就一定小于什么呢？小于这块 fx 积分的面积。啊，如果 x 到 b 跑到这里，跑到这里，那么我们知道，哎，这个 fx 单调下降的，也就是说 fx 是比什么 fa 来的小的。所以呢，如果 x 等于 b 的话，它一定要小于什么 ？psi b 等于这个 f a 的 b 减 a 是吧？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函数，也就是说，这个面积是随着 x 变化的这个面积，它关于 x 也是连续的。既然这一下。是掉在这个 phi a 和 phi b 之间，那么就一定有什么 ab 之间一定存在个 c 是吧，嗯，一定存在 c 属于这个 ab， 使得什么呢 psi c 等于这个，嗯，也就是说使得 fa乘以一个什么呢 ？c 减 a 等于 a b f x d x。这里很简单 ，c 也是唯一的，为什么它单调的，对吧？当然了，这个东西呢，大家可以看看，也可以放宽一下。我们这里要求什么呢 ？fx 单调下降，对吧？其实单调性呢，你也可以放宽啊。这不就是这个面积从零，然后比它大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很容易放宽。就是说，这个 fx 大于等于零，而且单调下降，可以放宽。放宽成什么样子呢 ？fa。FA 如果就是等于这个，它的最大值 FX 还是大于等于零啊。比如说，我们就看这样的一个函数的积分。这里呢 FA 就是它的最大值，对吧？嗯，大家可以看看，同样过到这样的一个 psi 的函数，那么 a 等于零的 a 就是 x 等于 a 的时候 ，psi a 是等于零，对吧？啊，那么等于 b 的时候，还是比它这个积分来的大啊，所以这个还是同样成立的啊。所以呢，从几何的角度，你们可以很灵活的应用这样的一个条件啊。那么下面呢，看看一般的情况啊。一般情形呢，我们就考虑这样的一个积分 ABFX 乘以 GX， 在 AB 上的积分，这里呢 GX 呢大于等于零，啊 ，FX 呢还是大于等于零，单调下降啊。那么同样呢，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就是说我们令psi x 等于 fa 乘以一个
a 到 x 上面的积分 gt dt。构造这样一个函数啊，这是个变上限的一个积分，从 a 积到 x， 也其实也就是说，把我们这里的这个 x 减 a 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这样一个积分，对吧？那么大家看一看 ，psi a 等于多少？还是等于零，对吧 ？x 等于 a 的积分等于零，那么。当然了，这两个都是正的 ，f(x) 和 g(x) 都是正的，所以呢，小于等于这个。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了 ，psi b 怎么样 ？psi b 应该是等于 f a 乘以 a 到 b 上面的。t dt 对吧？那么我们看看这样一个积分，它是正的，单调下降，也就是说 fs 最大的，是不是？所以呢，这里的 fx 都是小于等于 fa 的，小于等于 fa 的话，那么它当然 fx 乘以 gx 就小于 fa 乘以 gx， 你把 fa 拉到外面去就是它，所以呢，它小于等于。psi b 是吧？那么就说明什么呢？可以找一点，就是说有个 psi c 等于 fx gx dx，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样一个函数就等于某个 psi c，psi c 就是 fa。乘一个 a 到 c 上 gt dt， 当然你换了 x 也行。OK， 这就是更一般的情形啊。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来看看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就是用介质原理，是不是？不管你是哪种情况，从下面往上面还是从左边往右边，都是用的介质原理。介质原理的话，就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比较的关系，是不是？比较。那么在刚才这个例子里面。我们要做比较的话，需要一个条件 ，gx 大于等于零。如果 gx 不大于等于零的话，你的不等式的这个符号就变掉了，是不是？所以下面一件事情，我们就要针对这个来了。我们就要把这个限制取消掉，就取消掉这个 gx 大于等于零的限制啊，这就是第二种子定理。第二种定理呢，就是 fx 单调下降，而且大于等于零 ，gx 非负的这个条件不要了。就属于 RAB 存在一个 C 属于 AB， 使得 FX 乘以 GX 的这个积分就等于 FA A 到 C GX dx， 把这个非负的条件去掉。那么即使去掉这个非负的条件，前面我们讲了，我们证明还是要用到介质定理，对吧？所以介质定理还是要用的啊。所以我们要证的是一件什么事呢？
也就是说我们令跟刚才一样啊 ,psix 等于 fa 乘以 ax dt dt 这样的积分。那么我们要证的还是用 J 的定理来证啊。我们要证明这个积分值是 psi 的某个介质，就要证明这个积分值在这个 psi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还是这么做。只不过呢，我们刚才没办法用这些比较的东西了。那么没办法用比较的东西啊，怎么做？大家可以看看，既然要比较这个积分，这其实也是个积分，对吧？要比较这两者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话相当于把 F 从里面拿到外头去了啊，所以第一步呢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要把这个积分里面的 F 怎么拿到外面去，拿到外面去我才能跟它比，知道吧啊。那么要拿到外面去我们就用个引力，就是阿贝尔引力。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证明呢先放一边，先讲这个引力。阿贝尔公式。阿贝尔公式呢是这样啊，我们看两组数 Alpha I 和 Beta I 这两组数啊， I 从1到 M 这有限个数啊，两组数那么这里呢我们做一个定义啊，就是 BP 大的 BP， 大的 BP 是什么呢？是从1到P DP 项的这个贝塔 I 求和等于 Sigma I 从一到 P 就是贝塔 I 求和就加到 DP 项啊。所以这个 P 呢可以等于什么呢？等于1等于2一直到 M 那么这里呢我们再定义一个东西，再补充定义，就是令 B0 等于0，因为这是从 I 从1加起来的啊，您这个没法从这个加法来定义，所以我们补充定义 B0 等于0。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求和 I 从1到 M Alpha I Beta I 的求和。那么既然 BP 有的话，我们知道 BP 要是减掉 BP 减1就正好等于 Beta P， 是吧？是不是等于贝塔 P 啊？所以呢，贝塔 I 就等于 BI 减掉 BI 减一啊，所以从 I 从一到 M， 阿尔法 I 的 BI 减掉 BI 减一，然后我们把它打开啊，就等于 Sigma I 从一到 M， 阿尔法 I BI 减掉 Sigma I 从零到M 减一，对吧？这里呢就变成了 Alpha I 加一 BI， 就在这部分 Alpha I 和 BI 减一里面，我们令 BI 减一等于 I， 那么 I 从一到 M 的话 ，BI 减一就是从什么？就是从零到 M 减一，是吧？然后呢，这个 Alpha I 呢就变成了 Alpha I 加一。好，我们先歇会儿。